题目已经告诉你了，一个小方格有没有一个正方体，它的体积是一，好，一立方公分。那请问你下面这个图里面呢，各是几立方公分？好，那这个题目其实就用数的方式了，那是唯一你要小心的地方是有没有少数到的而已，哦，你是看不到的部分。好，那第一题是最简单的，有那种没看到的地方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加数有几个就好，所以我们开始数吧，一二三四五。我建议你哈，记得你数过之后，你把那个划掉，不然到时候你会多数或少数哦。哦 ，OK， 一二三四五，然后呢，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所以答案多少？答案是十五。这样子，会啦哈 ，OK。那当然有没有更快一点的方法呢？有，我们看第二题。第二题请打三颗星。来，现在教你一些快速的解法咯。哦，如果你觉得你自己，怎么讲，你没有想要考100分，那你就用这个方法算，第一题的方法算。哦，那如果你想要考100分的话，你就用第二题方法算。怎么算呢？来，第一个你看这边。你看一下哦，第二题的话是总共感觉起来是有两层。而且是两层长的是一模一样，所以我只要算其中一层就好了。然后怎么算比较快呢？好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，因为我要用快速解法哦。首先第一个呢，我的算法是这样子的，我会先算这个部分。请问你这总共有几个？这里是有三，这里是有四。三是什么意思？这里指的是这个量有没有？这个长有没有？是三个，宽的话是不是有一二三四？四个对不对？所以请问你，它的面积，它的总共有几个？是不是三四十二？听得懂吗？红色的部分这个面了没有？是总共有十二个方格。好，外加这里蓝色的部分这边，总共有几个？是不是一样？也是二乘以二对不对？或者你用数的也可以。哦，你用数的也可以。这边。这是二乘以二，是有四个，你用数的也可以哦。然后总共有几个？十六，对不对？十六。那你看哦，这边是不是有一层？这边呢，是不是有另外一层？所以这两层呢，是不是应该一样？所以答案是乘以二，答案多少？答案就是三十二。这样会吗？好，右边让你算，因为右边跟左边是一样的方法，看你要什么方法算都可以。好，你试看看。